自家地处南山，不周西南门，位置偏僻。战役民不以捕鱼为生，奇怪的是，战役民们都像吃了某汉药一样，身形几乎都非常壮硕，吃食也都很正常。奇怪，莫非是祖传体型？这真的是人类会有的体型吗？ 石像竟然真的被他们打起来了！我又不是真海神，只要一直假装不能动弹，也就不会有人再信海神那一套啊！海神像也就变成了废石像，我还是尽快修复青岩道花，早日离开此处。不愧是我从鱼肚子里吐出来的海神，闪闪亮亮，看上去就很灵。 道花总算彻底修复，我可以隐藏修为，模拟出未成仙的模样了。得尽快了断与熊寨的因果，别惹上什么是非。嗯，好重的妖气！寨主，快看那边！ 西方二圣可是与道门三圣圣母女娲并称道祖门下六大圣门弟子，不过与其他四位亲传不同，结婴真体只算近门弟子，这才被分配到了贫瘠的犀牛贺州。据说结婴真体当初为了成圣，曾发宏愿要振兴西方，打造世间净土，于是创立西方教。如今道门三教日渐鼎盛，西方教却因为地处偏远，门下人丁稀少，与道门的差距越来越大。西方二圣便开始推行广结善缘，招贤纳才的策略。但西方教弟子不远万里来到南赡部洲，对付一个刚刚出现的妖怪，时机会不会太凑巧了点儿？ 天怎么了？啊！这是……哇，好厉害啊！雨停了，太阳出来了。看来你们的海神不怎么灵啊，还得靠我等出手。 胡说！海神会显灵的。
什么？你们想被鱼妖吃掉吗？这鱼妖杀孽极重，已然业障缠身。从妖气来看，约在三千级，修为远在那群西方教弟子之上，但他却只出招试探。哪里出了问题？舍身珠，摄取元神，让我看看你元神的记忆到底想在熊寨做什么。这次你的任务是袭击熊寨，你不是最喜欢人肉吗？只是记住，你最后一定要被我降服。原来都是一伙的，这鱼妖就是西方教豢养的大妖。西方教一边养妖害人，一边派弟子表演降妖除魔的戏码，就是为了吸纳更多门徒，壮大西方教。这可是两教之争，涉及西方二圣和道门三圣一共五位圣人，好大的因果。门徒期间，我得赶紧溜，千万不要回头看。命令还是没啥用，快来拜圣人老爷。不，我相信海神大人，他一定会救我们。救救我们！西方二圣，救救我们！救命啊！大人来了！救救我们！救命啊！孽障胆大包天，西方二圣在上，请赐予金刚力量。文杰，我本来就不是海神，不应该掺和这些是非。是那个女孩太天真了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二神，救救我们吧！海神。